赌王何鸿燊啱啱过完98岁生日，何家上上下下都嚟咗养和医院度陪佢老人家庆祝。呢日又见到何超仪同老公陈子聪嚟，系咪又嚟探爸爸啊？系啊，我自己睇病啊，冇嘢啊，搞掂啦，日日都要嚟洗伤口啊，洗咩伤口啊？唔通做完手术嚟？咗啦，马拉去完北京翻嚟即刻做啦。哦，系咩？系咩？系其实系咩事？有金黄入咗。哦，要休息嘅喎，呢排冇得排嘢住。休冇得休息啊！既然日日嚟医院，咪可以顺便探下爸爸咯。系，我哋有分家噶嘛？哦，犀利，系，就系我哋。咁之前做